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六月二十五号会见了斯里兰卡、越南两国的外长，还有俄罗斯的副外长之后呢，就突然隐身，没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而且一再缺席原定的公开活动，包括六月下旬，秦刚原定呢要跟欧盟国家驻中国大使进行午餐会。 七月四号，陪同习近平以视讯方式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元首会议。七月七号到十号，与访华的欧盟最高外交官何塞普·博雷利,利的会见。七月十三号，前往雅加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等等，这些行程啊被悉数的取消。在雅加达的一系列会议呢，改由原中共外长、现任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去参加。 王毅现在是秦刚的上司啊，小弟不知所踪。王毅呢，继续去撑场。五十七岁的秦刚啊，自去年十二月上任外交部长，一直到六月二十五号，这半年期间呢，行程几乎啊都是正常进行。但六月二十五号之后呢，到现在都两个多星期了，怎么就不见了呢？前些日子呢，网上找秦公公的议论很多，大家的推测都很精彩。 但是，一下子凭空消失十几天，还没有正式通报，这实在是很不寻常。七月十号，港媒《星岛日报》给了一个看起来最接近问题本质的答案。他们引述消息报道说，秦刚隐身是因为确诊了中共病毒，已经治疗了半个月。但在此前的七月七号，已经有外媒问中共外交部，秦刚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但是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只说呢没有听说秦刚患病这个情况。不过呢，到了七月十一号，中共外交部的汪文斌（汪公公）啊，终于绷不住了，总算给出了一个多少带了一点具体信息的回话，说秦刚因为健康原因没法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口风极严的中共喉舌呀，能够说出这么一点东西。 已经可以算是信息量极大了。那这样看来呢？港媒《星岛日报》所说的秦刚确诊一事啊，就变得可信度极高。这与当前中国疫情的持续蔓延的情况相吻合。按照中共疾控中心在六月五号的通报，全国六月份因疫情而死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三十九例，比五月份的一百六十四例啊高出很多。但这只是官方的数据，实际数字呢会更高。 那最近，习近平出访啊，媒体拍到他和其他几个常委又把口罩呼在了脸上。比如最近的七月六号，习近平在江苏南京考察的时候呢，他和同行的蔡奇等人呢、啊、都戴着口罩。而且中共疾控呢最近还公布了一项很值得注意的数字，说六月二十六号到七月二号的所谓流感样病例病毒阳性率是百分之十五点四啊，与去年十二月五号到十一号。 今年一月九号到十六号这两个时间段的感染数据相当，而且呢很多是二阳、三阳等啊这种反复感染的案例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对中共官方数据的一份调研结论啊，认为呢中国的阳性患者康复时间呢平均是两个星期，其实呢持续两个星期就算是比较严重的了，而金刚从六月二十五号到现在整整超过十五天。 有媒体报道呢，说他可能会在近期复出，但是呢，还没有官方的任何正式的公布，所以推测秦刚症状呢应该是不轻的。而且通常来讲啊，在中国目前的二阳患者呢，绝大多数五天之内都能康复。如果秦刚是二阳，要拖了这么久啊，那就不是一般的病情了。而且习近平们呢，现在又召回了口罩，说明呢，疫情之火在中国仍不可小觑。 特别是秦刚这种啊，需要经常出入中南海的高官，他的感染呢是直接威胁到其他中共高层的。中南海的病毒之忧复燃。那实际上啊，疫情爆发之后啊，已经多次传出疫情攻入中南海，或者攻入同样敏感的红二代居住的机关大院儿等等这样的信息。早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底，就有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呢，疫情攻进了北京的机关大院，危及到红后代。 而到了二月五号，北京多位本身就是“黄二代”的人，通过保密渠道向海外大纪元证实，北京多个机关大院还有部队大院，因为疫情被封，感染疫情的“黄二代”及亲属啊，都被集中在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这家医院呢，是北京中高级官员的定点医院，两千年代初期啊，也曾被指定为专门防治 SARS 的医院。 而包括中南海在内的众多中共高级机构所在地北京西城区，屡次传出爆发疫情，也是直接令这里的中共高官呢曝光于感染风险之中。那么，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号，首次得到证实，有一名在中南海工作的官员确诊，是国务院参事室的党组书记兼主任王仲伟。当时公开消息呢，并没有说太多，只说他后来是被紧急隔离治疗。 那王仲伟呢，是一九五五年生人啊，今年刚六十八岁，但他二零二一年五月，也就是感染后的第二年，就卸任了参事室主任一职，此后呢，并没有公开的履历。那年呢，他是六十六岁，国务院高官呢，卸任年龄啊，很多都是比较高的。王仲伟染疫之后隔年卸任啊，不知道是否跟病情有关。 迄今为止呢，跟中南海直接相关的确诊官员信息啊，比较明确的，在我印象中只传出这么一例，这是中共封杀消息造成的，完全不符合疫病传播的规律，也与正常感染率呢不符，实际感染者呢一定是大有人在。目前由香港媒体踢爆的秦刚确诊一事呢，虽然官方未加确认，但却松口承认啊是健康原因一直缺席公开活动。 相当于变相给了港媒报道一个 credit，而新港所在的中共外交部呢，也是疫情中的重灾区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疫情爆发以来，星星点点的消息来看，相比于其他的中共机构，外交部被关注的次数啊，算是比较频繁的。那么，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到二零二三年一月，中国的疫情海啸是相当严峻，仅十二月份，中共外交部门的相关人员传出五十二人死亡。 十二月十九号，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之一的赵立坚之妻啊，在微博发文寻找退烧药啊，立即引发关注。大家觉得好奇呢，是因为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点是呢，身为中共最红的战狼之一啊，居然在疫情严重时呢，家中也是买不到药的。二是呢，赵立坚之妻是为谁找药？是自己吗？还是给赵？而到了今年一月二号啊，前中共驻俄大使武涛传出死亡。 那公开信息中啊，能看到其死亡消息，但当局并没有公布死因。可是他死的时候呢，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这还只是外交部门。啊放眼看去，中共党内离退休高官在疫情中感染和死亡的很多。根据旅澳法学家袁宏兵此前的爆料，中共党内有一份不公开的文件显示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初，已经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党内退休高官确诊。 在同一期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号到十六号，北京中南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大量高官同时缺席，史上罕见。香港《明报》十二月二十号曝光了一份缺席高官的名单，包括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卫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国家监委主任杨小渡，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国务委员赵克志、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刘金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军等等，这些人呢都缺席。还有正部级官员，比如国务院的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姜信志，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等等，也都没有露面。 在当时呢，疫情严峻的时候啊，中共党内感染者也相当多啊。这些人的缺席呢，被怀疑都是因为疫情感染。无论如何，你要是说疫情对中共中南海没有冲击啊，那绝不可能。到了今年年初啊，甚至一度传出当时的习近平大秘丁薛祥感染的消息，还说呢病情很严重。 另外呢，当时北京最大的八宝山殡仪馆，在那个时期呢，还给在中南海做过事的高层官员设置了火化的专用通道以及专门的火化炉。那可见啊，实际上疫情对中南海或者说对中共高层的冲击啊，是相当大的。只不过高层的那些角色呢，可能还要演完中共落幕的这最后一场，不然呢，早都扫进历史的火葬场。 而中共在清零时期啊，管控民众出行的各种码也被当局变废为宝。一些地方呢，把这些健康码呢摇身一变，变成了社会治理用的城市码。图书借阅呀、啊、出行乘车等等啊，都开始用这种城市码。那么上海、重庆等地呢，都有这种码的实施。按照一些评论人士的观点啊，这些码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电子镣铐。正常使用呢，就是拿它乘车、借书等等。但反过来。 一旦中共把谁列为敏感人员，那这些码呢就会被用来限制一些人的个人自由。世界上的邪恶独裁者们最常做的事啊，就是牺牲普通人的自由来换取自己特权的巩固。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呢，习近平等高官们被传出呢可以躲到北京郊区的特殊地点避险，但是人们呢却必须被时常封在家中，不能出门半步。 而俄罗斯的普京也是如此。现在呢，北约峰会正在立陶宛进行，谈论焦点之一啊，就是在进行战争的俄罗斯。而美国媒体呢，趁着此时呢，曝光了普京的一个特殊的移动豪宅。其实呢，是普京为了给自己避险，专门打造的装甲列车。它看上去啊，就是普通的火车，那实际上啊，内置特殊的装甲，可以随时移动到俄罗斯的任意地点，而且不像飞机那样容易被追踪。 列车上内置土耳其蒸汽浴、健身房、按摩床、美容仪等一系列的奢华物品，都为普京一人打造。而这件事呢，其实在俄罗斯知道的人不少啊。他们知道啊，总有那么一辆在俄罗斯铁轨上飞驰的列车，是永远不会被列入列车时刻表的。因此呢，普京的这列移动豪宅还得到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幽灵列车”。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财经。那更多节目信息啊，您可以查看我们的置顶留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